您平时都吃营养品吗？价格怎么样？跟这边比哪个实惠？今天是节日刚过，所以咱家来看看大年初七的山姆，根本就没啥人，终于能好好的逛逛超市，买点吃的喝的了。正好春节期间呢也都吃完了。今天主要给大家看看我们在山姆经常吃的营养品都是哪些。你看它这儿有褪黑素软胶囊，这个是78块钱两瓶儿。然后这个是我经常吃的维生素 E 胶囊，这个是我们家三口三个大人每天都要吃的 B 族维生素片，很便宜，158块钱500片。你看它这个是它的介绍，然后是这个多种维生素 C 片成人版，也是每天成人要吃的，这个也是500片，158块钱。它就是可以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硒，就是咱们有的时候食物当中摄取不到，所以我就每天都补充这个。还有这个钙片，228块钱，是540片，在这儿拿这个吧。看我买的这些都是山姆自制的，就它这个 Members Mark 自己的商标。来给你们看看这个说明书，为什么买这个山姆自制的呢？就是因为它比较便宜，买其他牌子的营养品呢都很贵，这个呢又便宜，然后呢营养素含的也不错，而且吃起来呢也比较安全。你看它也是符合咱们这个保健食品标准的，而且山姆的品质一直都不错。这个 VC 给大家看看，这个我们也是吃了得十几瓶了吧，现在出的是大包装的，给你们看看，99块钱，然后是400片，而且是猕猴桃的咀嚼口味的，小孩也能吃。这个也是我们家吃的特别多的，就是蓝莓味的叶黄素酯软糖，它这个蓝莓汁提取的叶黄素的这个软糖，它本身不含糖，但是口味特别好，给孩子吃可以保护他的眼睛。但我们现在已经不只是给孩子吃了，我们一家四口都吃，因为现在看电子产品太多了，所以就一家四口都吃。你看它这一瓶是90粒，两瓶180粒，是99块钱。我平时还要再吃鱼油的，鱼油也是常买的营养品，家里三个大人都吃，但今天可能卖完了，怎么也找不到，所以就下次再说吧。